大家好，我是怀秋。耶、yeah! ！大家好，我是艾森。大家好，我是志玲。耶！安娜 CEO， 我是中华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嘴巴。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打击啊？说谎很喜欢打击，我在喜欢，对，我知道，你不要讲我自己先承认好不好？对，我在喜欢，对。还是怎么样，就看到大家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们的生活啊，你们考试啊还是什么的话，然后我可以来做一些鼓励大家的事情，或是比方说大嘴巴可以写歌鼓励到大家，让大家开心啊，或者是就是稍微离那些压力远一点点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分享那段时间是非常，我觉得非常对我来讲很重要的。天，勇气能无边界，
是写给你们的，请你们好好的听一下。再来这首《千辛的朋友》，谢谢。就是走那个千辛的朋友嘛，刚刚那一首。那就是我们昨天发行的时候也有看到，就是歌迷朋友们来到部落格写说，我好喜欢这一首歌，就有一些人也是听到就会哭，听到就掉眼泪了。那我就觉得，哦，就我也是，就是听到这种留言的时候非常开心。然后我今天没有想到我也会掉眼泪。Yes, 太空中，都会实现，只要我 action。